买18 Pro 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共通点，自从18 Pro 跌到了冰点，又掀起了 iPad 的购买潮，搞得我还有点满足不了你们了。今天必须安排两箱，让你们实现18 Pro 自由。而且我发现啊，买18 Pro 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哎呀，刺客帮我选个成色差一点的，有点磕碰和划痕都没关系的，主要是便宜实用就好了，必须安排。来，先看这箱，全是大内存的，从这里隔断这一摞都是256G 的，这个内存安全感够了吧？你要是嫌它还不够，这里还有几个512的。用迅雷学习日语的时候，每一位日语老师都必须要下载蓝光无损的视频。这还有两台是 1TB 的，可能也只有拯救地球的那些人拿着这么大内存才有用吧。再看成色，每一台都是磕磕碰碰，尽显成熟与稳重，全都是你们爱的那种便宜好用实用。这一箱全部都是三字头，只有 1TB 的这两台要3000拉满，256的这一摞呢只要3000多一点点。当然18 Pro 我还有这种潮蓝版的，全部光鲜又亮丽，不过要贵一点点。好了，说了那么多，我想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吧。